着眼未来，掌握新机会。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婉伦。台电强韧电网计划首波标案来了，业者指出首波标案以高压及超高压线缆标案为主，业界只有合基、华融、大雅可以做345千伏超特高压电力电缆，渴望受惠。反而认为相关业者今年业绩渴望跟上，华兴、大雅备受关注，率先反映基本面、题材面。但是多年来相对低调的这些线缆股是稳稳站，今年起族群迎来新能源大潮，堪称冷门绩优股，因此进入法人雷达区。线缆业者指出，在台电强韧电网计划、绿能产业等三大支撑下，可以推升其需求订单的能见度，至少可以看到未来三年，你们看好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客新闻，我们下回再会，拜拜。哦，烦死！每次下班前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每天忙到没时间吃饭，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摊子。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？所以你需要的是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，从总体经济、股票分析至根本，再到实地走访产业，并在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。加入理财周刊，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。